真的谢大雨，大雨其实挺好的，就是令人舒服，对，很令人舒服。就他们这里有，你们应该有几万个粉丝，有几万件，有几万件。我们在广州这边是比较多的，对，还有，这真的很多，对，非常多，然后多才有办法做到特价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如果你一两个就是。就是很珍贵的卖，就是货多，像我们自己，我也很多货，中国货多，但有便宜买呀，就是，周转，对，所以这一节就520，都很超值的。你看，这个你说是蓝水，这是老蓝水的，那老蓝水相当不错的，对，也是满斤，18斤满斤老蓝水，520，非常好。金也很重，你看金这么多呢。是的。嗯。520，性价比高啊！你看手链都有很多，这些都起荧光的，才520，对啊。都是小灯泡。小灯泡起荧光，所以你要多讲啊！那起码我就讲不出小灯泡这个感觉。因为我们在美国，毕竟翡翠没那么多嘛，讲的不会那么到位，你尽量多讲一点。就是他们不喜欢我讲，喜欢你讲。对，可是我又讲不出什么来。小灯泡，真的，这家都小灯泡。这种是小灯泡，它的每一个的质量都很好，极光的。才520就拥有小灯泡。镶嵌费都差不多要那个价格了。对，就是要我们镶嵌费。多拼手链。多拼手的，就是组合的，520，哇，这些都相当好的，这个也是老蓝水的，老蓝水，520，老蓝水，这个设计就好可爱，这个达不达到小灯泡啊？这个是高冰的了，高冰还没到它，还没有到小灯泡，这是一个小兔子，小兔子，就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小冰。这些就是很新潮的香，这些其实是更贵的，不过现在也是520，给大家捡漏的。好多我们都是把那个设计费都打下来了，就是这种都是带有设计款的一些翡翠。你看这个工都很贵的，都有设计感，520。这些耳环这么大，如果你嫌大，你可以做两个吊坠，才多少钱？没多少钱，真的很超值，这些都很好。这个我要，这个够大了，那都有打呀。之前卖的很贵，对，现在这些都要2000块钱左右，这个太着急了。这个老蓝水挺好的。拿一个小灯泡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小灯泡，这个小灯泡真的很好的。好了，这些设计也是蛮新的，时尚的。对，一个竹子。它的扣也是一个竹子，这个也非常好，520。然后这个金也很重，一个黄翡的小天使，对，小天使。这些都非常好啊，520，现在金这么贵的情况下，对，现在金真的很贵，520。520还能拥有一条翡翠项链，520。这个每一颗的颜色都很辣。你看这个路路通，高冰路路通，一颗珠子人家都能卖好几千了。这个呀，这是小灯泡啊，笑脸。对。这个也是对，翡翠，缅甸翡翠的，这个缅甸哇，你看，这缅甸翡翠，后面这个也很好哇，这个也很笑脸的，很重啊，这个我也要，对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重啊，对，通通520，很超值的，520，好，这一节就520。